This lesson, Mark is meeting his IE for the first time. Let's see how that goes. Hello, 我需要做什么？你帮我打扫房间，洗衣服，还要做晚饭。你每天回家吃晚饭吗？不，一个星期大概在家吃三次。衬衫要干洗还是湿洗？请拿到干洗店干洗。您还有别的要求吗？床单一个星期换两次。知道了。我一个星期来几天？六天，星期一到星期六，早上九点到晚上七点。那我现在开始工作好吗？好的。您好，我需要做什么？您好，我需要做什么？您好，我需要做什么？你帮我打扫房间。你帮我打扫房间。你帮我打扫房间。洗衣服。洗衣服。洗衣服。还要做晚饭。还要做晚饭。还要做晚饭。你每天回家吃晚饭吗？你每天回家吃晚饭吗？你每天回家吃晚饭吗？不，一个星期大概在家吃三次。不，一个星期大概在家吃三次。不，一个星期大概在家吃三次。衬衫要干洗还是湿洗？衬衫要干洗还是湿洗？衬衫要干洗还是湿洗？请拿到干洗店干洗。请拿到干洗店干洗。请拿到干洗店干洗。您还有别的要求吗？您还有别的要求吗？您还有别的要求吗？床单一个星期换两次。床单一个星期换两次。床单一个星期换两次。知道了。知道了。知道了。我一个星期来几天？我一个星期来几天？我一个星期来几天？六天，星期一到星期六。六天，星期一到星期六。六天，星期一到星期六。早上九点到晚上七点。早上
九点到晚上七点，早上九点到晚上七点。那我现在开始工作好吗？那我现在开始工作好吗？那我现在开始工作好吗？好的。好的。好的。